位于北市警察局与刑警大队周边的城中传统市场，9月20日中午发生民众财物遭窃事件，共损失14000元及4张信用卡。大约监视器后发现是遭猎管的张姓女子所为。警方连日埋伏，近日上午在桃园龟山市场内发现张姓嫌犯，趁被害人不注意伸手行窃，专案小组当场一线嫌犯逮捕到案。